我们现在在龙泉区啊，龙泉区是龙泉镇，龙泉区吧，是吧？这样，逆都东路要下雨啊！这天又是。我们现在是在成都啊，我们现在是在成都啊，四川成都啊。逆都中路，逆就是那个一个马，一个逆的右半边哈。逆都中路，三环这现在还是318啊，你看一会儿前面我们过这路口前面有一个318那牌子，你看一下，就现在就在我们正前方，可能这个镜头里面看不太清楚。2482。
看到了吗？前面再近一点，看到了吗？248。今天啊，有车有车就行，看到了就减点速就行，好。这次非机动车道真宽敞，是吧？啊，看了吧？成都市龙泉驿区哈，龙泉驿区啊，哎，灯呢？哦，小灯啊。这不是小灯，它是有一个比较矮一点的那个交通灯，放在路口中间了。骑起来感觉太棒了啊，一马平川。哇，这个是帝都会，过路口的时候骑慢一点啊，
逸都会，这是一个购物中心吧，广场购物中心。